去看到一个电影叫《熊心归来》，如果大家不喜欢的，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，我就给大家讲一讲，好不好？啊，有一个熊的，你看到森林，然后他就。泥巴在熊他的身后，然后他就掉到河里面去了，掉到河里面去了以后，他就到了马戏团，马戏团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他，但只有猩猩不喜欢他，然后他们就被坏人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了以后，他们就把坏人打倒了。打倒了以后，他们就坐热气球飞走了。